可能。传得太好了，请称呼我召唤胜利的男子吧。我们来一决胜负吧。你这个混蛋，我是天才第五八道，发挥本领啦。什么？我的球怎么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？不要急，传这里。我不要被灌下去。打破他们！我的球。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，篮板球是我的了。我早就等不及了，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怎么样，看到了吗？我的球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，我不要被灌下去。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我们来一决胜负吧。